圆满完成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5月1号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。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，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，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，并安排休养。之后，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。